Hello YouTube， 咁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一隻 game 咧，就係呢只啦，呢只叫做 Run 啦。呢只 game 咧就免費嘅，咁咧佢都係屬於呢、這個比較難玩嘅一種 game 嚟嘅，所以我會擺佢入呢個打爆電話系列嘅 playlist 度啦。咁 anyway 個玩法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咁我撳呢個 Infinite Mode 啦，咁你就係呢只嘢啦，咁咧。嗱呢度咧，你就係話控制玩完48分，都未開始講解，咁玩翻 Explore Mode 先。其實好簡單嘅啫，咁你係左右咁樣跳，但係佢係 3D 嘅，即係咧你可以一路係咁轉啊轉啊轉到頭暈咁樣啦。咁呢個 Explore Mode 嘅話咧就比較易啲啦，因為你死咗咧佢都可以從頭嚟過嘅。但係頭先 Infinite Mode 嗰個咧就係、是就是一死了呢就沒有了，現在過了一關了 Level 10， 我之前玩到 Level 9， 我這些碰到它會跌下去的，都 OK。 哇，不是它整個跌下去的，原來哇救命，很迷咯。 OK， Level 10都很容易的啫。那你這樣數一直這樣數，那其實個玩法都不難的了，有些位置不難，因為太過緊張所以想不到說什麼。玩完是的，那這隻 game 呢就是這樣玩的了。那它有很多模式，什麼 Explore 啊，什麼 Infinite 啊，跟著 Halloween 啊，哇 Halloween 過了很久，現在12月了。那之後呢有不同的東西給你選啦，那是的，這個 game 大致上就是這樣，免費的，有興趣的朋友 download 來試一下吧，照舊條 link 放在 description 裡。是的，這個 game 就叫做 Run 了，今天就先講到這裡，下次再介紹多些好玩的 game 給大家，拜拜。